大家好，我是阿远，买了点这个小河蟹，今天做一个香辣蟹。准备点炒香辣蟹的这个辅料，弄一个洋葱，再来点这个，再来一把香芹。锅里边做点油，把这个螃蟹炸一下。锅里边放点底油，把这个葱姜蒜还有这个干辣椒煸一下，炝香以后呢，来点这个香辣酱、辅料炒一下，蹭入点料酒，调入点盐，这个酱呢有盐味，少放点盐，加点白糖。炒好味以后，把这个炸好的这个发财蟹放进去，拌匀。喝过，喝过，我感觉一次啊两杯，不跟俺丈人。那两瓶没事喝一下，哎，每天晚上喝这个，喝这这么一半吧，真是吃。嗯，下来了。哎，有黄还是啥？有黄，六十一斤。不就这一份儿？这一盆60啊？嗯，那不贵啊。哎，不记得。东北那边发过来，它有鸟来的，这是活的呀！啊，鱼这馅儿不上了，哎，我打开几个拿，都有黄，嗯，挺好，挺好喝，嗯，那这些放会儿，挥发一下，再喝，就跟那个红酒那劲儿差不多，不挥发。把它醒一下，对，都类似的。现在这个小螃蟹挺便宜的，买了这一大盆才花60来块钱，然后呢这个辣炒一下，吃的挺好吃的，就吃个味儿。解腻，锅上油就炒呗。啊，这些。一炸脆了，
洗了好几遍，洗了4遍。不是肥皂，你多洗几遍。